谁没放兵的时候？啊，没帽子。今天小子。兄弟，小子。兄弟，可惜，只能说我们差点运气。有没有道理？还有差个好一点的那个。好一点的吗？哪个？啊？不是，我好像觉得这想秃了吗？上面的好像歪了都。 真的，那圈他妈太难打了呀！是想出好一点的子弹吗？我不知道，没声音吗？刚刚说出来没声音。